前期升级最快的就是采东西，然后造东西，不断的采，不断的造，打怪是没啥经验的。哎，这可以，还可以骑在龙身上采集。这是九通符，所有地图互通，从免费地图到付费地图都互通。充麻药呢，我们前期可以把这个肉，然后点击右键拆分所有。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我看不见我。啊，为什么这个技能探测不到镰刀龙？血好搞，血的话不缺。现在主要是升到21级，把那麻醉剑做出来。哎哎哎哎！哎呦，泰克附装训不了的吗？用弹弓这么脆，泰克附装怎么会比这个普通附装还脆？怎么到对岸去呢？我现在在想，有肯定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行哈。看我下水，哎，好像很安全，走。哎，这边突然安全了，可能有人来过，开始屠杀新手村。这也不算新手村了，这已经开始要到沼泽区域了，二十级惹不起。哎，水龙兽，哎，我靠，这蜻蜓，哎，开玩笑的，咱们不行，溜不掉了。我会被一只蜻蜓给杀了，开什么玩笑？要第三层，快走呀，大哥，我腿都断了，我腿断了呀。我没长矛，你长矛我戳死你。等等，我有火把，有种子，哎，趴在地上不能攻击呀。你快走开！哎，镰刀龙，走了，哎，走了就好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这个沼泽，这一只蚊子把我劝退了。哎，前一秒说要杀光整个新手，下一秒就被一只蚊蜻蜓给劝退了，太难了。游戏怎么这么难？换一边，那边去不了，我换另一边。135，等我21级，等着，我绝对要把它训了。给你们说，我这种操作的，一般不会凉在这种荒郊野外的。我很机智，我很理智，我不会主动攻击的。我知道哪些该惹，不该惹。呵呵，鱼鸟，怎么这么多鱼鸟？这里看起来很安全，其他出去找点铁，这一块铁，有个火把在这里，哦，挖铁，这一块铁应该就可以做铁。大晚上了，一定要带个斧子龙。
这是我唯一的宠物，现在它凉了我基本上我也凉了，没记错这周围应该是有一只镰刀龙的，希望不要碰上它。走了回家。哎，这个时候肯定有萌新就找不到自己家了，但以我这种方向感贼好的人，找不到家都是不可能的。这里下去，哎呦，这东西什么东西短路了？哇！吓我一跳！我靠，主要是副总探测不到镰刀龙，然后又在晚上直接撞到脸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白天看到的还好，这个就没辙，现在只能想办法去把宝舔回来。我得先准备一个火把，要不试一下去把它舔回来。这是三角龙的声音，不怕。你看离我家这么近，就差一点点我就到。嘟嘟鸟为什么在跑？已经确认，非常的安全。已经舔到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屁股，打了屁股。哎呦喂！哎哎哎哎！打你屁股！哦哦哦哦！刀哥，我考虑考虑。我现在是要想办法知道他等级，他如果等级合适的话我就给他训了，等级不合适我就不训。很简单，我把东西往家里一放，然后去他面前看一眼。就这么简单。这里面走去看一眼。刀哥你是多少级的？是我可以训。拉开往山上拿，不能看我房子太近。哎，我装备没有脱，会儿坐不起，只能硬来。以他的身高，这里能上来吗？哎，这个位置挺好。哎，整个救命啊！出事了！哎！你快晕啊，你快晕啊，你不晕我要死了。嘿，你看多做一张床有用吧。哎呦，两张床就是这么好。他现在的眩晕值应该涨到一半了，咱们再把包舔回来，找个高点的地方。那样可以选。镰刀龙不怕。哎，去走开，冲刺一下。OK， 你上不来的。没事，包点回来继续射。这次要找个好点的、好一点的高点，制高点最为致命。
哎，这就很舒服。倒了，快倒了，再最后一件。哎，翻山越岭了，兄弟。好，这里也好，哎，这里比较安全。剑拿不回来了，我又没撕掉，我干嘛要训他呢？你看这眩晕度掉的，我又没采集龙，我看看黑果子够不够，我要赶紧趁现在训一只能打黑果的龙出来。有这么多黑果，麻药也带上吧。我真的是倾家荡产，连一个紫果子都没有，这么久了才训了5.2%。要不咱们把麻药拿出来放弃吧，就不要它了。110，趁现在。4点，爆头只需4点。过来！我靠！这个谁？快点，快点，把龙拉走，把龙拉走。走！你去水里吧，你不要来打扰我。这我感觉这人是故意的，这人是故意引过来的。哎，安全，主要不再遇到那个什么镰刀龙。这里可以上去，找路回家吧。这个父子龙多，去收。好烦，这个，哎，这种情况我们不要慌，不要着急，这个包有30分钟的时间，而我们只需要等到天亮，走吧，咱们去舔包，包在山的另一头，包已经舔到。2000 years later。郭烈军的女粉，妈呀！你不要过来！好可怕！这是什么世界？挂机了！哎，20级，好欺负，好欺负！你说好不好欺负？妈呀！啊！那么多。